十号犯规，现在白方叫了一个暂停，我们看下主席台，看主席台的三个人在干嘛。 现在有说有笑的感觉，他们心态是比较放松的。我们看看，Easypass 大家都比较凝重的表情。再继续，好，现在是白方的球权。 天宇拿到球了，强上，球进了。
输。这种行动行进间的传球还是不太稳定。现在是阿金持球，给到他们的后卫一兰，啊，张翰拿球，啊，张翰扑了，哇，哦，张翰进，啊，没有机会，只能往外传了，球回到张翰身上，他又扑了，哇，哎，又不抢到，哎，还是没进，这谁？消耗太远一点，张涵还是虚了，不行不行不行。现在张涵一个人回到了前后，大家现在都在讨论要不要硬起的这个问题。很好。收了，好球球进了，所以已经拿了四分。谢谢。李奇，果然还是得强硬啊。进去了，是，哎，是个腰部，大家抢了，转犯规，看这个手啊，哎，张翰成功，被张翰给投下来了，张翰强行突破，再来一次犯规。果然年纪大，经验还是比较足啊。哎，两环都没进。哎，但他们抢到来，啊，张翰，又是张翰，又是张翰。还是没进，哦，张翰又抢到了，还是张翰，哎，还是他们队的，还是张翰，哎，真的没进。我又抢到宋天一冲，宋天一，宋天一球掉了。哎，刚好刘健拿球。张翰的名字，张翰拿球，啊，张翰现在选择分球了，不再自己强行突破了，这个传球被破坏了，这是一个好的传球，啊，张翰接球，张翰。他们这个板抢虽然多，但是抢到板的执行力还是最后出去的执行力还是做不到。来到刘坚，小心张翰，我等没成功，因为已经犯规了啊！张翰下，张翰换上旁边队员九号，落了个直球。刘坚射，哎，全部出界，阿金，啊，兄弟，
现在落到这个范伦，发上十四号和四号。球救回来了，王超传给孔南，膝盖孔南抢到了，造成了一次犯规，两次罚球机会，红队已经六犯了，现在才十四分钟了，对吧，比分是7-5，大家伊凡梅西，其实空白这位选手还是有投球能力的。第二发，完全没有。好，洛要提前进场，就得到一次机会，要把握住。还是没有把握住。老全没完，这个动作。有些。老四号。点球一。孙天一的投篮还是相当的稳。阿金。阿金说，啊。但是并没有。好，这个右肩，右肩。机会，大家对于这个规则始终是有一些问题。啊，错了，裁判直接引入出了一手，其实是红队接近啊，所以导致防守无效。好，阿金传给了张涵，张涵做了一个晃的动作，一个背后运球，强行进去，走，但是被吹了走步，被吹了走步。很伤心。三个十四号，谁要十四？十四谁呀？我又进行了一次换人。这是一号战术，好嘞，张涵看到了，张涵传给了，九号选手一次这样漂亮的上来了，我干四号，我干四号，我下来，我下来，一，来，选一，选一，选一，七号，王超强行犯规一次，要分一发球。其实红队现在已经开始可以完全造犯规了，对面已经起犯了。
我已经六罚了，第一次罚球进，尽量往前推一会儿，保证抓不着，还是要罚球。哎呀，这个就张涵抢下了，张涵这个就是九号门球，对，张涵这个传球太神奇了，应该直接抢了，不能不应该这样，太犹豫了。好，这位哎传进去了。造成了五号现在一直犯规，有两次罚球机会。还有四分钟的时间。13-9，漂亮，两分球。只差三分，进攻犯规，但没想到被十四号队友给坑了。今天这块四个，我们的命中率，
14-11，三分的分差，罗德队暂时领先。